好棒的天气哦！今天啊，微风啊徐徐的吹来，在这个哈、啊、初夏的时候呢，来到我们北台湾最漂亮的这个哈、啊、芙蓉饭店，你看帆船饭店哈、啊，这个太棒了！哎，对，这是哈、啊、我的好朋友哈、啊，我们淡水农会的高总干事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相遇是要做什么？今天要带局长来看我们淡水哈的最好的一个南瓜，品质最棒的一个南瓜，好的一个料理，所以要去饭店里面。我们要去饭店里面的，啊，我们一起去去试试看，好，跟主厨挑战一下。对对，好，走走，局长局长，来来来，我带你来阿基斯茶楼哈。哇，哦，这个茶楼感觉上人气很旺，很旺很旺很旺。哦，远方有很强烈的掌声呢，对 对，有没有听错？要不要再听一次？来，一二，哇，都乙醚很多啊！对对对，那还有一位，也是这家饭店的主厨，我姓钟。好，那今天会来跟大家示范一下我们当地的南瓜做的料理这样子。然后我认识的这一款南瓜，它是栗子南瓜，哎，瓜如其名，它吃起来像栗子味道。然后这个做法是跟日本人学的，等一下请局长跟理事长来品尝看看哦，这个没有在我们这个是私房料理，哎，哦，这个总干事对这些也很清楚哦，你等一下录两手的时候要小心哦。最主要的是新北市政府农委局给我们辅导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才有这样一个成果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哎，这不在讲我们吗？哦，谢，一切都要谢谢市长的。对，谢谢，要谢谢市长，要谢谢市长。对对对。事实上也是如此。这个感觉，这个那个米粉的香味很浓，啊，这个也很沉，这表示说这个米粉已经吸满很多的一个水分了，哎，而且金黄色的又很漂亮。好，局长。咱拄啊单价过得不多腰啊，咱即马开始来试食米粉。哦，太好了，哎，这是你刚刚做的。我们一起做的。哦，我们一起做的。开动，哇，你看好用心哦，还把这些啊香菜都撒在上面，我来试试看。我来。啊，这个南瓜的金黄色很漂亮。哦，这个味道很浓。哎，好浓郁，好像南瓜牛奶在口中那种感觉。总干事，我们刚刚吃了那么多哈美味的南瓜哈，那有一个疑问要让大家知道，那怎么样可以买到这些好吃的南瓜呢？局长，我的报告，前面这些都是淡水农会开发的南瓜系列产品。哇，好哦，这个在我们淡水农会超市可以买得到，而且我们可以用新北市政府农会局推的得来速来给我们订购，我们宅配到家里去，所以就是往就是动动手就可以买得到。对对对。哦，那太棒了。那所以大家只要上网，还有或者到，而且特别欢迎大家来淡水呢，这个农会啊，有些很多地方的实体通路之外，还有超那个我们的网站呢，都可以买到，可以买到这么产品。对对。另外哈，其实我还知道啊，这个。我就帮总干事说明啊，配合我们这个南瓜的季节哈，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南瓜的美味地图，大家哈循着地图呢就可以找到哈我们淡水地区啊，是好吃好玩的，像我们的护尾休区啊等等一些很多很多呢，这个景点呢又可以玩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南瓜哈，好像还有除了料理之外，也有蛋糕啊等等各式各样的，还有南瓜冰淇淋啊等等，请大家这段时间哈一定要来这个我们淡水啊，我们主厨特别偷偷透露啊，你要看全台湾最大的大南瓜就要到我们这边来，就要到我们淡水来，对，别的地方看不到，对，只有这个时候，对，吹着海风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徐徐的海风吹进来，对，很棒。吃着我们南瓜料理，看大南瓜，对，在淡水，在淡水。好，大家赶快来哦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淡水南瓜等你来品尝，赞。